大家好，我是小谢，我今天带大家来参观 Jan Pappens 的歌声。他住在同法兰兹斯。2016年 Jan 获得了查特鲁全国赛29500脱羽亚军。至于此个丹尼拉获得了查特鲁省赛同法兰兹斯省7600脱羽冠军。杨与他妻子上周末获得了很棒的成绩，对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来恭喜他们。至于雄哥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整个组7100余亚军，距离是477公里，分数是1091，他的名字是雄908，他的电话号是2018年4045908。这是与灰熊地形偏长沙眼的熊哥。这是熊908，在他的歌声里，他的重要血统是特拉斯组合血统。很有意思的故事是，杨引进特拉斯组合的鸽子总比别王。至于此鸽的名字是路易斯，他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一岁的组1316余的第七位，分数是1074。20年40354978，灰刺地形中层。这是路易斯在他的歌声里，路易斯重要血统是希勒兄弟血统。彭斯杨获得了盖雷全国赛一岁个组第七位与整个组亚军，非常棒的成绩，恭喜恭喜杨与他的妻子，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热爱欢迎我们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先吃冰激凌，再见。